大船啦，其实是竹筏。非常欢迎来到红树林的故乡，这里呢是台南市安南区四桥。哎，阿罗哈，Ciao。长得比较挑高，你看这边看过去呢，它景深够，几乎可以看到全景。喜鹊的巢，喜鹊耶，应该叫它雀巢。听说机会在雀巢。宝贝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安联动物。为什么今天他要穿旗袍，他也要穿旗袍呢？就是我们要走。我没有旗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一个复古风的景点，树屋呢是爸爸特别说要来的，很特别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那边有水，然后大家都拿投那个一块钱一块钱当许愿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走捷径，上次我们有来过，赶快跟我们走，去找树屋在哪里。